三年职棒生涯来最多的。接下来郭文维也打第一球，在右半边落地形成了安打。现在郭文维绕过一垒之后，选择停下来啊、哦，不行，这个球上二垒很危险。哇，郭文维今年呢，不管是在国内跟国外的表现都打得很好啊。刚刚有提到他在近本垒球的尾劲啊，其实让打者不太好掌握。哇，这个球郭文维也掌握到了对方这个变化球的机会哦，倒上了二垒。那这个球其实对三友在来讲就不好传了，然后这个球有点传的投的比较偏差，勉强把球送出去，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准度在。